其实林务工作哈，你只要把它就是认真做就对了。我觉得不要去想太多，我们就会把山林守护得很好。温瑞廷在茶器工作上，努力于整合剪景林资源，协助打击森林法案件。也因为热爱山林，加入深山特遣队。其实我蛮喜欢我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工作当成是自己的事业在经营。那其实就是你只要乐于工作，你根本不会感觉到会觉得说厌倦或讨厌它。那一般我们在选择深山特遣队员的时候，必须要身体必须要是很就是健康，那必须要能够深圳山区的一些高山险峻的一些危险的情形，那必须还有一个过人的胆识。像我们在深山的地区，那可能一般可能我们必须要每天到达，可能比较没有办法，那就必须透过这个五天四夜的深山勤务，到达一个比较少人会去的，那也有可能是山老鼠可能会出没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都能够不定期的在那边出现的话，那也是能够做达到一些遏制的效果这样子。无论深山特遣或协助查缉工作，热爱山林的魏瑞廷时时思考如何更缜密地守护山林，让民众也成为山林守护网的一份子。我们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多元及有趣的方式，让所有的民众能够重视我们的山林，那大家一起成为守护山林的一份子，那让山老鼠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动物大型玩偶，国土绿网大型桌游，让民众更关心亲近生长的环境，推动剪景明林共护山林，是全新的思考方向与尝试。